说一日之计在于晨，虽然现在是下午的快六点了，但是是我的早晨，然后这个是我的早饭，鸡胸黑椒，已经是黄昏的光了。今天早上睡的时候看到了日出，起床的时候看到了日落，真是完美的梦。时差颠倒？没有，说明什么？我是太阳之子。哦，还是鸡蛋好吃。最喜欢吃的是鸡蛋紫米饭吧，而这玩意儿好吃，有种香味，碳水的快乐。还有这个，这个是绝对的碳水的快乐。吃了一大口。嗯。据说吃饭的时候要多嚼几下，是吧？就这样好消化。说吃饭不能喝水，伪科学啊！喝水是最便宜、最健康。也是懒人大家都能用的减肥方式，就你在消耗水的过程中，你会代谢热量，消耗脂肪。其实很多人喜欢减肥用生酮的食方，那其实那个特别不健康，容易让人变蠢，变得没有智商，还容易让人暴躁掉头，精神萎靡不振。如果你用那种方法，你就再也不会精神小伙，所以一定要吃碳水。其实肉想吃什么吃，别吃肥的。吃瘦的，烹饪方式上少油少盐嘛，最好吃白肉要多过红肉。白肉就是比如说鱼肉啊、鸡肉啊、禽类、鱼类，然后红肉就是指畜牧产业，就那种猪啊、羊啊，反正就类似于这种。啊，蛋白质主要从脱脂奶、还有鸡蛋，对，还有豆制品。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保持精力的吗？你不能吃含糖量特别高的，不然容易困，管住嘴，迈开腿。没事，多喝喝咖啡。吃得干干净净，不浪费粮食，从我做起。本哥的环保小贴士：现在点外卖的越来越多，那我建议大家，出于卫生和保护环境角度上来说，最好呢，不要使用一次性的餐具，可以买一套自己的筷子和勺，反复使用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等等跟大家拜个拜拜。拜拜。